哦，我们中奖喽！20加20，策略成功。OK， 打完牌了，看看今天运气如何，有没有什么老虎机的漏可以给我们捡哦。哎，这边来到 Cashman Link， 这边发现有个有意思的事啊，有个人下一块五一注，在这台机器输到81走了，换到这台机器呢，然后输到40块走了，这台机器呢输到30块走了，哎，换到这台机器啊，你猜怎么着？他输杆了。让我们看看这台机器，输杆这台机器，我们直接20转，会不会有什么收获哟？走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哎，遇到T字直走人，机会留给有缘人。OK， 来到了言情女主这边啊，聚宝盆集的差不多了。然后呢，这边是有人玩8毛8，输到哎5分钱走了。我们看这边20加20，我们能不能有什么收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嘞，整齐开始了，各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二，十三，哦，这个烂配多少？76块。OK， 非常不错哦，超过10倍了，走人了，各位盈利11块。OK， 来到了 Wolfram Eclipse 这边，是有人玩4块钱，输到1分钱走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是 Mini 13 Minus 12，我们直接20转，看看有什么收获没有？走人了。一个，呜呼，两个，这是多少倍啊？我超过10多倍了，哎，不错，哎，可以走了，撤喽。OK， 来到了 Stinky Rich 哦，这边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下注3块7毛5，收到3毛钱走人了。那这种情况，哎，要是你，你该怎么办呢 ？OK， 大运中选择20转。直接走起，一个，两个，三个，这个不是 T 字哦，这个它这个是要连着两排的，第三排才是。四个 ，OK， 这是 T 字，走人了。OK， 刚才我们测试了这台机器，感觉还是比较紧啊。那我们测试一下这台机器，有人玩2.5块的，20块8毛6走的，没输完，但是肯定也输了一些钱。大冤种决定20转，试试这边机器运气如何。OK， 135块，看看怎么说。一个，两个，三个，怎么说？哦，大概4倍左右。五个，五，臭鼬开始你的表演哦！强制中奖，我们这边第5个游戏，应该还不错。第1个 win 怎么说？160 ，OK， 我们投入了130、160，就正好赢了160，走人了，策略成功。
OK， 来走。好，我播这边是有人数到四毛六走人了，我们直接二十分钟最大处，看看机器现在状态如何。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OK， 不错，中了十多倍的烂配，走人了，策略成功。OK， 我们刚刚在 Outboard 那边中了一个 line pay 十多倍的，这边是找了一个聚宝盆满的，我们过来测试一下20+20，看看运气如何。刚才按错了，刚才是那个人是玩 Ecent 的。OK，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OK， 正戏开始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哎，遇到 teaser 就走人，机会留给有缘人。OK， 来到了爆竹招福这边啊，有人是玩两胜的，输到一块走人了。我们试一下20+20，看看是否有什么收获。二十个，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嘞，正戏开始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我们中奖了，20+20，策略成功。8.8一注的，让我们中了一个 Ultra Spin， 就是可以给我们额外加钱的。OK， 第一个轮直接中了个 Mini 是100块，非常不错哦。OK， 我们的神兽在哪里？需要神兽咯。好了，神兽出场，加了10块。好，又重置到3次了，非常不错。神兽继续，加了5块，加了10块，这轮加了15块。非常不错，重置了，神兽继续，加了15块。OK， 神兽继续，加了15块。OK， 加了20块。OK， 就剩一个 spin 了，怎么办呢？我们该请神喽，天灵灵，地灵灵，老太公，您快显灵啊！请神成功。 OK， 加了5块，不错哦，加了15块。 神兽继续，
加五块，加十块。OK， 继续，加了五块。OK， 加了十五块。神兽继续，加了十块，加了二十五块，这轮加了三十五块。OK， 神兽继续，加了十五块。OK， 最后一个 spin， 我们再请老太公，天灵灵，地灵灵，老太公您再显灵啊！哎呦，不过神兽继续，加了十块。加了二十块，哦，加了三十块，非常不错哦。好了，让我们看看最后成绩如何。OK， 三百六十五块，我们放进去两百块，看最后战绩如何。最后我们443块，盈利243，策略成功，走人了。这里有一个技术要点，之所以爆珠招福使用20+20进行捡漏，是因为爆珠招福属于长线对讲的老虎机，也就意味着爆珠招福的波动比其他游戏更高一些。大冤种在会员区做了一个列表，里面有中线对讲老虎机和长线对讲老虎机的一些游戏方法和游戏特点，大冤种的亲友团成员不要忘记去查看一下哦。好了，今天的老虎机寻常人之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大家好运，咱们下次见喽！点赞了吗？订阅了吗？快点，下次再来哦！